为抓下篮板球以后要来进行一个次的快攻，单手暴扣，小顺义板球给到萧顺义打板得分，在这一波换拿到了102分，是对于 Rising Star 那场比赛。哦，这也代表这支球队在手感好的时候，掩护博越很移中距离的跳投，力道稍微轻了，但是萧顺义在篮下轻轻一拨。